绍出来。好，征求 Facebook 的粉丝团。对，我说过哈，这三个在 Facebook 哈，你们只要到汤姆熊的粉丝团去找，这三位都是我们这个贵宾啊，就可以连接到他们的网页去了哈。然后呢，一个一个为你们介绍一下哈，他在这个高雄是非常火红的。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好好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来，让你这个哈，这个好久没有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好介绍你一下，对不对？刚才请我吃了这个哈十二楼的美食街，真的好吃哈。对，一定好好的帮你搞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帮你这个 promote 一下，是的，没有错。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哈，为各位介绍，仔细听啦。我们三位美少女里面，哇，长发飘逸，然后获得我们所有观众一并的支持与看好，再加上23岁的小蛮腰，而且呢最漂亮，浓眉大眼，气质又好，让我们欢迎最漂亮的芋头姐姐。怎么送给你妹妹哈？亲戚来就送給他。哎呀，芋头是韩籍啊哈。哎，对，没错。你是韩籍？哎，现在很敏感的韩籍。哎，你不要乱介绍，你这样又让人家空欢喜一场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。你讲的这么多乱来，嗨了，好不好？每次都我来，好不好？怎么后面看？后面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有，刚才那个哈，有一个魔术师陈日升呐，汇了5000块要我介绍芋头，真的假的？没办法哈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不对，我们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，好好搞一下，好好搞一下。好好的介绍这一位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都是假的，现在真的，真的，从头介绍一次，好，我重来介绍一次。好，这位呢，我要首先呢要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的三位美少女之中，也是夏娃哥哥本身最欣赏、最喜欢的一位，也是亚当哥哥最爱的。哎，没有错，哎，活泼可爱，没错，笑容满面，气质满分，青春洋溢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皮皮姐姐。介绍完了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一定好好介绍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哈，因为那50岚的有一位哈，50岚的店长打给我，一定要好好介绍，好好介绍了。好，那现在还有一个是不是？好，各位真的哈，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我们接着，各位想要介绍他的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多一样奖品，大同百货4楼。再提供一个，再一个，好，没问题哦。各位，郑重为各位介绍，无名粉丝团破10000人次，我们的松崎悠小悠姐姐。每个人都有机会哈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安全最重要。我忘了说了，是一年一共10000人次，一口一，平均一个月累积起来，再次谢谢我们漂亮的美少女。